你可瞧清楚这是什么地方，大清早的就要找人呢。是是是，请二爷行个方便，请行个方便。哟，这也是你随便走动的地方？二爷，我女儿在府里伺候，我是来看望女儿的。你女儿谁呀？秀姑。哦，去那边后面去。谢谢您，二爷。哎，这位大哥，嗯。 什么事儿啊？大清早的，我是来见王爷的。哟，我说今儿个是怎么了？大清早的，没头没脑的，是你要见王爷？我有介绍信。嗯。哟，钱二爷，您早啊！张老板，好久没见了，怎么最近发财了吧？将就对付，将就对付。哎，您进来可好啊？张老板，这不好意思吗？ 不成敬意，您笑纳啊！今儿个有什么事儿？一匹杭绸，特地送来挑挑，您请多费心啊，多费心啊！哎，哪儿的话，来来来，请请请，走。哎，里边请。这位大哥，又怎么了？我的信，拿去拿去。这位大哥，您多费心。 我说你别在这现世了，你以为咱们轮被子府没见过大洋钱呢？不成敬意，您笑纳。嗯。别挨我！别挨我！哎呦！哎呦！我的手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关公爷。 关师傅，您来得正好，要不然啊，这小猴崽子差点没把我手给碾碎了啊！原来是关护院，不敢，关凤亭，余下久仰了。好说好说，请问是？白慕天。哦，原来是白先生大驾已到，真是适应适应。白先生请啊。还不快点替白先生拿行李？是，请。 路上辛苦了，还好。府上那儿，潮州，广东那儿，是。关侯爷子，嗯，真是远在天边啊！不过我自小离家，对广东也很陌生。哦，请。 王爷，关护院求见。哦，这么早啊，请他进来。是，请王爷的安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这位是白慕天先生。王爷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 嗯，好，好。袁寒云已经有介绍信给我，介绍你来，说你的武功了得啊！哪里哪里，信上十分的夸奖。请王爷教诲。好，好。关师傅啊，在。白先生，你要好生招待。请。谢王爷。嗯，请。
白先生请，。好，好，白护院，刚才那个叫做打进门，这是规矩啊，还不快谢过王爷？啊，谢王爷的收容。以后还要白护院多费心呢。是，咱们好不容易盼到今天你来了，真是幸会幸会。晚辈久仰观护院的盛名。哪里哪里，你一向在哪儿用功啊？我看你的招式，说来惭愧，东学一点西凑一点，始终不成个样子。往后的日子，希望跟观护院多学点东西。好说好说，白护院，您太客气了，以后还要多借重于你呢。啊，哦，关师娘，请坐，请坐。关师娘，真是功夫了得，宝刀未老。不敢，在白护院面前献丑了。我的眼拙，敢问关师傅和师娘练的是哪一门？他练的是连环腿，我练的通背。韩老道是我的恩师。哦，果然是戏出名门，不同凡响。关护院，哎，护院，大李子，什么事？上头有请关护院跟白护院。哦，好，我们就。哎呀，要不是你说，啊，俺都差点忘了他的名字。他叫严玉玲。严玉玲，哎，大帅听过他的戏啊？听过，听过。他奶奶的，这小妞啊，看起来还真来劲呢。哎，哎，你跟他说啊，哎，不太熟啊。哎，哎，不过我倒可以托个关系，给大帅您引荐引荐啊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哎，好，哎。好，你还真够意思。王爷到。哦，是大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今天真是难得难得啊。嗯，王爷。哎，现在已经是民国了，还称什么王爷，真是折杀我了。哎哎，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坐。嗯，大帅公安。哎呀，忙忙，两头都忙。有一件事特地来向你请教。不敢不敢，普谋在也，只怕不足以下问。哎，这件事非你不能答复。哦，听说袁世凯倒台之前曾经向德国购买了一批军火，而且就是王爷经的手。有此事啊？还说那批新式武器的合约书都落在你的手里头。普谋要真有这批东西，我敢不拿出来给大帅吗？外边的人全是这种说法。
传闻之言，大帅不可轻信呐。枪要是在你手里后，俺愿意给你做个交易。好说好说。难道大帅还以为我普谋说谎不成？俺老实告诉你，那批军火是邮的，外边的谣言也是真的，但是外边的情形很不好哦，可能对你不利哦，你要小心着点儿。普谋安分守己，闭门家具，倒也不敢劳大帅挂怀。你好了好了，不谈了，来走。胡同的姑娘最标致，此地龙蛇混杂，我不能不但远见。善奇怎么也这么不济，白费了王爷您的一番苦心呐、蒙古的巴布扎布一度已经逼近了张家口，偏偏遇上兵变给刺杀了。满洲里的哈什塔奇也不是不能打，就是刀枪拼不过火炮啊。唉，败得可惜，败得可惜呀、啊、如果有了新式枪支啊，这两支军队都不会败，说不定现在都打进京来了呢。唉，其实为什么不装备他们呢？要是你这小孩子懂什么？这次起兵，王爷策划不易，不能就此罢手啊！不要胡说。这次起兵，完全是满蒙边区的土匪造势，一概与本府无关。哎，是是。来来来来，吃吧，看你们活像爷俩。来来来，尝尝啊。在外边吃什么，都比不得在家里老伴儿做的菜好吃。来尝尝啊。关师傅您真福气。哎，像我们没儿没女的谈什么福气、啊、好了，又提这个干嘛？我把关师傅师娘当亲人一样。什么地方不好去，跑去逛胡同，慕天年纪轻轻的，又没有成过亲，你怎么把人家往那种地方带呀、啊、哎，谁又真的逛什么胡同去了？难得王爷放了咱们几天假，我带着慕天到处走走而已。是是，关师傅带我各处跑跑，增加我不少阅历。慕天，吃过饭去吉祥戏园，你瞧瞧人家严玉玲的拿手好戏呀、啊、那才叫名不虚传呢。严玉玲，人长得标致，功夫又瓷实，唱是唱，做是做，开起打来呀、啊、又边饰又利落。好、哦、标准戏迷呀、啊。关护院夫妇今天带了个年轻人来看戏。哦，听说是伦贝子府新定的护院，看样子不怎么样吧。嗯，人不可貌相，到时候要是碰上小心点。嗯，瞧瞧人家严玉玲、啊、
儿。师娘，严姑娘不但人长得标致，而且啊，唱作俱佳。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？师傅，严大哥，生意好啊！托付托付。玉玲呢？啊，玉玲，你干妈来了。啊，我就来了。玉玲真服气，都您这么喜欢她。哎，这位是？哦，我忘了介绍，这位是白慕天，我的同行。哦，是是是，啊，原来是白护院，失敬失敬。师娘您好，关师傅，几天不见，你瘦了。啊，见过白先生。白先生，严姑娘您好。白先生是伦贝子府的新护院。啊、哦，我是来跟关师傅学习的。慕天，玉林的戏你是看过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倒说说看。戏我不懂，不过严姑娘剑舞得很好。人也很漂亮。哪里呀？白先生说话不在行，功夫可真不错。哪里哪里，那可是一喜呀、啊、贝子府有了您白先生，那更是固若金汤了。哪里哪里，失敬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别老站着，里边坐啊。哎，好好好好。请。哎，那请请。叫人不要进来，免得伤人。是是是。走。在里边。哦。
天啊，我们要的是活口，活口最要紧啊。对不起，我实在不晓得您同师娘布下了诱敌之策。好了，穆天也是为了救我才仓促出手的。洋人就凭这种东西才敢横行霸道，欺负我们中国人。穆天，以后不要再用这种东西了。是，师娘。不过情况紧急的时候，枪是最有效的。哎，我就是讨厌什么枪啊炮的，拿这种玩意儿伤人算什么真功夫啊？可是现在打仗，无论洋人还是中国人，全凭这个了。哼，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学不来这种时髦的玩意儿。好了好了，你们爷俩就别说了，天都快亮了，快歇着去吧。谁没回来？我哥哥郑旺。啊？就是那个姓白的下的手。哦。我要替郑王报仇。财王，你要沉得住气。哼，我看他能狠到几时。于烈，你也不要太激动了，顾全大局要紧。哼，南方派来的联络员到今天还没有能够联络上，取伦贝子府那批枪械合约书的任务我们不得不担负起来。看他外表忠厚老实，没想到竟然是一条狗。哎，坐坐啊。嗯，啊，哎，坐，不必拘礼。哎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好说话。多谢王爷的赐座。昨儿夜里你们辛苦了。哦，叫王爷受惊了。哎，坐坐。没想到白师傅的枪法也这么犀利。多谢王爷夸奖。护院就是最提起的人，关师傅三代在府是知道的。白师傅年轻有为，好好的历练，前程未可限量。是，全赖王爷栽培。禀王爷，太傅求见。请进。哦，太傅啊。王爷安好。太傅四读皇上，怎么得空光临？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特地来分一点王爷的清福。哪里哪里。啊，皇上甚安。皇上在紫禁城里每天迷着骑单车呢。哦，多费太傅的心了。老身当效犬马之劳。今天这个但说无妨。军火的事没有问题，王爷此举只是皇上年轻，朝廷之上也要有一个可靠的人。那王爷的意思是将来复辟总得要有一个人摄政呢。这个好好，那么那批军火就请王爷尽速交给张勋。
能成大事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好，那么宝身就回宫去复命。嗯。喝茶，哎，喝什么茶？香片，哎。哎呀，我进来不行啊。听说你媳妇娶媳妇儿了。伙计，好来。九里十三坡有原始老哥，敢问玉慧金名？在下姓白，草字木天。哦，莫不是伦贝子府新聘的高手白护院吗？不敢当，正是在下。哟，您瞧瞧，我这对罩子真是忘走了江湖，白交了朋友了，真是两眼无光，有眼不识泰山呐。有罪有罪，您太客气了，实在不敢当。您是伦贝子府的新贵人，一到府就屡建奇功，江湖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。兄台贵姓？无名小卒，不足挂齿。说哪儿话一定要请教。人的名，树的影，譬如白护院您。哪里哪里，好好的一条汉子，上顶着天，下立着地，怎么偏偏到伦贝子府去当一条看门的狗？要做狗啊，也得选个好主人，做一条赤胆忠心的好狗。伦贝子是个什么东西？哼，势力爬外，阴险狡诈，一会儿帮袁世凯，一会儿和黎元洪的，这一会儿嘛，又不知道是在玩什么花样。明明是个贝子，偏让人喊他王爷。哎，你不要出口伤人嘛。哼，伤人又怎么样，狗不如的东西也配来这儿摆茶碗阵交朋友？不要辱没了江湖这两个字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是功夫好会杀人吗？有本事来杀了你老子。哎，你我怎么样？好了，我得走了。怎么，难道离开了贝子府就没胆子了？哼，人家说狗仗人势还真有道理。好了，我要赶着去看戏。伙计。好狗，你就这样夹着尾巴跑了。Thank you.
烦您叫一下。不要激动啊，九叔，那家伙一定要见玉玲呢，他还敢来见我。玉玲，你出去见他，看他要做什么。九叔，九叔，这狗腿子，你还让玉玲出去见他，我出去把他给宰掉算了。九叔，您的意思是白慕天通轮辈子并无冤言，他只是一个江湖汉子，凭着一身的本事在江湖上讨碗饭吃，碰巧坏了我们的行动。那我们也应该替郑旺报仇啊，这种大仇怎么能不报呢？对对，好了，你们只知道大仇大报，杀了一个白慕天又能怎么样？再说官家老夫妇也不是好对付的，不管他三头六臂，先杀姓白的，再烧轮被子府。如果能叫白慕天下手替我们除去轮被子呢？所以玉莲，你出去见他，把他拉过咱们这边来。嗯。严姑娘，严姑娘你好。能吃能睡没什么不好。啊，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啊？我来找你。找我干嘛？找你，找你，找我，找我，找我什么？没事，我进去了。严姑娘，你还有什么事啊？我请你去喝茶。不可。那我请你吃饭。不饿。那我们去逛公园，天桥，护国寺。哼。我，那我请你去看戏。哼。我实在不会讲话，我真不懂，你说你上无父母，下无妻儿，无牵无挂的，干嘛非要到轮被子府去讨这碗饭吃不可呢？我除了学了点拳脚之外什么也不会，所以我就端了这碗饭。你有一身好功夫，就该做一番事业才对。再说那个轮被子是第一档奸猾无情的坏蛋，我叫你辞掉那份工作，你又好像舍不得似的。严姑娘，不是的。那是为什么？那是你知道关护院夫妇对我太好了。他是他，你是你呀。关师娘对你不是也很好吗？对，可是他护他的院，哼，我杀我的轮被子还是照杀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要杀轮被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，我告诉你，那天夜闯轮被子府的就是我班子里的兄弟。什么？是你班子里的兄弟？不瞒你说，我们这班子弟宁可为南方的革命军抛头颅洒热血，都在所不惜。真的，严姑娘，那我一看见你就有气，你居然还敢在我们严姑娘面前演戏呀？啊！哎，这妈的，你宰了你这小奴才！走！你不要打！不用打！你不要打！我有话要说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杀人偿命！大哥啊，大哥你大哥算了吧，还是放了他吧。好，这一次暂时饶了你，下次不要再让我碰上。走。哎，严姑娘，严姑娘，我胜败是兵家常事，各位不必难过。这点钱你们先收下吧。谢王爷收留。不管他们有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好好的招呼。是哦，对了，令尊的遗体是怎么安顿的？现在暂时停在清真寺。好，令尊为皇上效命，
为朝廷捐躯，一等咱们大清朝重登祭宇，一定会对令尊大人隆重追封。谢王爷，多谢王爷。啊，这位是？这是西藏喇嘛追空大法师，先父的得力助手。见过王爷。啊，好，请坐。此地乃帝王之都，不比蒙藏边区。各位到此，不愁没有血恨复仇的机会。情愿为王爷效命。嗯，好，好。禀王爷，宫里的陈太傅在前厅求见。啊，各位远来一路辛苦，先好好的休息。周先生，哎，吩咐下去，好酒好肉，好生款待。是。你的脚程也真快。
是你。哼，严姑娘，你来做什么？高兴。这什么话吗？危险呢。哼，除了你，别人还奈何不了我。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身好功夫。哼，偏栽在你手上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绑回去请功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倒是该问你自己怎么了。嗯，我不打算立功发财了。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不领你的情。就是你放我走了，我随时要再来。严姑娘，你不能再来了，这里有我，你不必再来了。怎么会冒犯了你白护院？哎，你严姑娘，严姑娘，开门开门呐，开门开门。什么人呐，鬼叫鬼叫的。哎哎，大少爷，你睡死过去了，皇上复辟了。这啊，皇上复辟了。你看这么健康啊，花多少钱？花了十两银子买的。你这件袍子从哪弄来的？不瞒您说，我这是打从寿衣店给买的。哟，你的脑筋倒动得真快啊。这挺合身的吧。哎呦，打人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你怎么可以打人呢你？哎呦，做什么？有事情要跟王爷说话。什么事啊？张旅长，有什么事情？速标下指引，王爷所窝藏的那批新式军火，只怕是瞒不下去了。哦，这是段大总理的亲笔函。知道了，齐瑞还有什么口信交代你没有？这倒没有。王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王爷，不好了！听说外面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了！王爷，禀王爷，街上说段总理在马场誓师，组成的讨逆军同张勋打上了。哎呀，张老爷撑不撑得住啊？这还太给火。王爷，东西不在这里。啊？东西一直都在德国领事馆，你带口信回去，就说我先在这里办手续，明天再通知你们去提军火。可是，哎，王爷，难道我的话你信不过？是，就照王爷的吩咐。走。王爷，哎，王爷，王爷，哎，各位，哎，关师傅，在，准备应变吧。是。白护院在，随我来。好。坐坐，我有件事情要你去办，你做得到做不到？王爷的吩咐，上刀山下油锅，在所不辞。嗯，好，这件事关系十分重大，你要冒个大险。听王爷的差遣。好。
这是那批军火的合约书，你立刻送到张勋将军那儿去，同时取他的亲笔信回来。是。你可千万要小心啊，请王爷放心。嗯。好，你一定要在一个小时内到达军营，路上可别耽搁了。是，你去吧。你干什么？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告诉严姑娘。你倒是不怕死啊，你还真找上门来了。王兄，我没有时间再耽搁了，我要替王爷办事情，你快请严姑娘出来。去你妈的，什么王爷，你这狗腿子还来找严姑娘干什么？王兄，我是南方派。严姑娘到底在不在？不在。严先生在吗？也不在。我没时间说话了，你赶快带人手到老狼沟等我。哎，盯住他。已经从东郊民巷出城很久了，大概马上就到了。那个姓白的不要骗了咱们，让咱们在这儿白等了。我看是不会。九叔，马队过来了。吩咐下去，叫大家小心。是。九叔，玉林。
你们看，这批是新式快枪。啊，严先生，你们快把军火运走，这是南方革命政府所需要的。好、啊，白先生，那你？我是南方革命政府派来的。啊？啊，这么说，白先生，你是我们要联络的人了。这批军火就委托你们了。那你呢？我得回伦贝子府去复命。为什么？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我知道，不过我得还一份私情。是关护院。我先走了。走，快，快点！禀王爷，谁呀？白慕天求见。进来。是王爷。请进。还顺利吗？禀王爷，事情办妥了，一切顺利。好，好。张将军的复函请王爷查收。辛苦了，回去歇着吧。谢王爷。上头叫慕天出去办什么事啊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慕天这孩子做事有分寸，难道王爷一开始就器重他？要不是你粗心大意，我们的那个儿子也有慕天那么大了。哎，你又在提他。关师傅。嗯。师娘。哎，慕天，你回来了。哎，进来进来。来，来，坐坐坐啊。啊。那试试看。给我的。正好一脚。谢谢您，师娘。那就好。慕天。嗯。王爷吩咐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关师傅，师娘，有什么事吗？拿这东西干什么？关师傅，这把枪您就留着用吧。我不用这种东西。慕天，你这是为什么？师娘，这几天可能会有事情发生，关师傅盛名在外，难免要首当其冲，所以我慕天，你叫我用这种东西，这嗯，慕天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啊？这关师傅，王爷暗中叫我去运军火。运军火？军火既然已经运到了，这幕后的工作我看王爷得积极进行才是。不过还得看张勋这一战了。张勋的辫子军年岁都大了，又一个个全是大烟枪，要打胜仗啊，嘿，全靠王爷这批军火了。张勋可以拿我的军火打段祺瑞，也可以拿我的军火打别人。张勋是没有问题的，他以后要打仗啊，还得靠王爷同德国方面恰够军火呢。等他打胜了眼前这一仗再说吧。否则我又何必专心地指望他呢？爹，爹，好消息啊，好消息。什么事这样慌慌张张的？张军打胜了，打胜了啊。
真的？你说这消息确实吗？连宫里都知道了，没弄清楚，我赶回来禀报吗？哎，好，好极了，王爷，这回可要好好的庆贺庆贺了。好，是得高兴高兴。严姑娘，嗯，白先生，东西送走了没有？还顺利吧？顺利，城里的大小车站、码头都给段祺瑞的军队封锁了，全过不去，仓库、堆栈一处也放不得。那怎么办？东西在哪儿？玉林，嗯，准备上了。啊，我要上戏了，待会儿告诉你。严姑娘，得给王爷请安。好，好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小弟一向受王爷恩典，不敢不来禀报。哎，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误传的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消息怎么传的我不知道，原先送来几十管快枪，大家士气旺，冲了一阵，后来打了一次胜仗，到后来怎么了？后来军火就一直没送到，对方火力猛，我们在火线上支撑不下来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全线败退，溃不成军，张老爷子已经逃到荷兰使馆去了。背死白慕天。严姑娘，东西呢？你说我能藏在哪儿？这啊，
看你急成这个样子。白护院在吗？白护院，王爷有请。对不起。师爷，你是说王爷要见我？嗯，在这儿。嗯，你在这儿等一下，我就请他，就来啊。Yeah.
你。替我拿下。关凤琴。关虎爷，王爷的话你听见了吧？啊。
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人影呢？你看白燕会不会出事了？你带他们先走吧。好。哎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穷呆在这干什么？这不就走了吗？你穷嚷嚷什么？走。是。来，哎，一个细箱子，三四个人抬，装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东西可装？打开来看看。走。哎，干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凭什么？咱们把东西先送走再说。是是是。快走。嗯。问他那批快枪现在放在哪里？说，那批军火你放在哪？啊，你说不说？哼！白慧燕，这又是何苦呢？只要你说出那批军火的项，王爷照旧会保你的富贵前程。我根本不是什么护院。我是南方革命政府的工作人员，你组织腐败的满清政府复辟，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责任。我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，你们就杀了我，我也不以为憾。这像什么话呢？趁热吃了吧。没想到这个孩子倒是个血性男。老伴儿，咱们总得拿个主意啊。嗯。Thank you.
做出这种事来，我，你站上来好好的回话。Yeah!
是娘，孩子。